上次做完这个小马宝莉的瓶子拼图，评论区居然都是让我做蛋仔拼图的，买回来啦，蛋仔的这个居然还是五角星的。呜呼，好可爱，这是整个蛋仔家族了吧？快帮我看看有没有少了谁，先把所有的碎片全掰下来，然后撕膜，用镊子这样挑起来可太方便了。